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做准备的，我们讲难听一点还是会怕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是没有办法预测的。对，针对中共欲于台湾周边的海空域举行实弹演习的相关做法，部分演习区域侵入了中华民国的领海或临接区，危及了国际航道，是挑战国际秩序，破坏台海现状，危害区域安全的一种不理性的行动。